你好，我叫孟林，来自中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一名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，到今年为止正好从事教育工作20年。If you can understand me very well, I think your Chinese is not bad. And you can call me Lin, that's my English name. 在教学中，我擅长运用故事引导学生进行学习。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，其实每个汉字都是一个故事。汉字的来历、笔顺笔画、偏旁部首的组合，无一不含故事。通过故事，不但能更深刻地理解汉字的意义，也能了解它的用法。在课堂中，我还会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，穿插歌谣、游戏、角色扮演等，与学生一起互动。同时，我也会为学生补充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化习俗，如成语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民俗风情等。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和纠正的过程，所以我习惯定期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并及时做出调整，制定新的教学目标和计划。中国有句古话，相聚是缘，相守是份，希望我们的缘分就在您选择我的课程开始，收获知识的同时，也能收获一份真诚的友谊。谢谢。